照片里这个人是你们的朋友吗？嗯，这是七大暗影刺客之一的。你最好早点回来小岛，不然岛上的人都要死。你不会以为一刀就可以把我砍死吧？我喜欢的男人，还是要我来下手啊。如果不是因为你的白莲封印，那个卖牛杂的根本伤不了我。那你为什么回来了？